我是粤水电Wushi7100兆瓦光储发电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杨旭。本项目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Wushi县境内的阿赫亚光伏园区内，项目装机用量为100兆瓦，项目采用545双面双波单晶硅组件，共计安装约22万块。项目建成后，年均上电量约为1.9亿度，与同等规模的火电厂相比，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2万吨，相应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0吨。项目建成后，对新疆的太阳能事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。